好，五位老师好，大家好。啊，首先先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叫罗天华，今年36岁，来自黑龙江哈尔滨。您是什么职业？啊，我是化妆师。哦，我还真没见过这么魁梧的化妆师哎。啊，一般来说那个化妆师好像都小巧玲珑的啊。哎，你怎么会干上这一行呢？就是爱好吧，就是很喜欢，很喜欢。对，你是一个漂亮的胖子。谢谢。啊，为什么认为？36岁结婚了没有啊？结婚了，宝宝现在7个月。很晚吧？对，晚婚。为什么会这么晚呢？其实，可能就是一直想追求爱情嘛。啊。那在我33岁的时候，其实之前没有被催婚，但到33岁的时候，身边很多朋友啊、亲人都会觉得你真的是年纪大了，应该开始考虑相亲。啊。因为每次相亲会都会有很多人，但是到那以后，大家都会自我介绍啊，然后都会去关注的是对方的家庭，然后你的职业。挑拣拣嘛，没相到是吧？对，没有相到。啊。嗯。那后来。 现在的先生是从哪儿找着的？就是，正要感谢我的好闺蜜。哦。嗯，我闺蜜。不是防火防盗防闺蜜吗？啊，我这个闺蜜是防不胜防。防不胜防啊！因为我闺蜜跟我关系很好，我们都比较喜欢喝茶啊、养生啊，然后她比我大10几岁。忘年闺蜜。后来就是她一介绍我就结婚了。什么？比较成功。 他给你介绍的是吧？对的，把他儿子介绍给我了。啊啊！你闺蜜成了你婆婆？对，就是我现在的婆婆。这闺蜜好狠呢，是吧？所以说防不胜防嘛。那你先生比你小很多啊？对，比我小11岁。啊！你跟你闺蜜这两个女人都好奇怪啊。 天华呢，这个孩子从我跟他就是说接触了大概有7、8个月的时间哈，我就觉得他为人特别实在，就是很真诚的。然后我就很喜欢他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就是我就想，我说哎，我说像你这个岁数吧，也应该可以找个男朋友了哈。然后他就说他对物质上是没有需求的，就是要找一个男生要可靠的，要有责任感的。 我就，然后我就想到我儿子了。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他是先这样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儿子马上退伍回来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，那你们都属于年轻人，你要么帮我跟他聊一聊。”那我想，那聊一聊可以啊。后来他就说约我们一起看电影。那我想带着孩子看电影，得看个励志的呀。带着孩子看电影，得看个励志。就是这种感觉，我觉得他应该帮我叫阿姨。哦，摔跤爸爸很励志。但其实他整场电影都没有看。 他就一直在看我，我本来以为是因为我长得美，他才看我。后来他说：“哎呦，这个姐姐好像很有故事，从头哭到尾，一直在那里哭。”你的闺蜜是有预谋的，对，看完电影就跟我说了。这很奇怪，就是一般来说婆婆都介意自己的儿子找比自己大很多的女人，她怎么？ 还这么极力的促成这件事情，优秀是一种习惯。主要是两个真心相爱的一个人，我觉得这个年龄上真的不是问题，也不是像外面，其实这个冷暖的话，只有你们自己知道啊，是不是？我说，要合适你们俩在谈的过程中，那就是合适嘛，对吧？不合适，就是再怎么签也是没用嘛。 当时你遇上你闺蜜的这个安排之后，是觉得她在开玩笑呢，还是害怕吗？我会害怕呀，觉得这个男人太小了，而且我当时这样跟他说，我说你看你这不在坑我吗？我说等我到10年以后，我都快50了，你儿子才是正当年的时候，我说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啊？万一他。 到时候跟我说他不喜欢我的，周围一定也有很多反对的人吧？基本都是说，哎，不行，不靠谱，肯定不行的。而且我妈跟我说，天华，我是你亲妈，我才告诉你，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喜欢一个胖子。